土耳其因芬兰支持恐怖分子而推迟了几个月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任何北约扩张都需要北约所有30个成员的同意。此前，芬兰已获得28个北约成员的支持，但遭到匈牙利和土耳其的阻止。 因而迟迟未加入北约，但在通过土耳其议会于当地时间周四的投票后，芬兰将成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继匈牙利之后，土耳其成为最后一个同意芬兰加入北约的成员。去年同期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至今仍因相似指控而被安卡拉搁置。